要让一个凡人对你产生信任两大关键，不走一，让他处于危险的境地，陷入绝望与恐惧。 给予他希望和消除他的恐惧。为师会在暗中护念。快走！你是？我是狐仙。还给我！我不是坏人。为师不为你设计。小白，小白，让你轻松许难。 他不会把我的棒人怎么样吧？能怎么样啊？小白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真是个呆子。小白，我来救你啊！那你陪我赶考，我也为你做点什么？就这么说定了。 老天爷在回答我，说说你，说说你，我要成为好狐仙。我多么希望你不是我的犯人！你一定能成为狐仙的，还是个好狐仙。